是主办单位能够对参加者能够量口罩，好、哦、提供适当的口罩，哎，呵呵，哎，是要量体温哈、啊，提供适当的口罩哈、啊，那，哎，好、哦，那也必须在这边要跟医疗机构，好、哦，或者能够哈、哦、跟医疗的单位，好、哦，能够设立一个联系的窗口，好、哦，如果在这里面好、哦、有一些情况，那必然要一个通风良好的一个暂时的安置的措施，好、哦，那等待医疗的转送，那最后一定要落实手部哈、哦、跟口罩，好、哦，这两个在集会里面相对的密集的情况下，好、哦，那我希望他能够把手部的清洁，能够戴好口罩，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，但也希望就是说参加者好、哦、他能够对不是就是主办单位能够对参加者能够量口罩，好、哦、提供适当的口罩，哎，是要量体温哈、啊、提供适当的口罩哈、啊、那好，提供适当口罩，那也要有哈、哦、洗手相关的一个设备了哈、哦。那对于如果有比较长的时间，哈、哦，有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洗手或是哈、哦、厕所的这样的一个设施的时候，那也要定哈、哦、定时的来消毒清洁。好、哦，那这以上我们对公共。你想要口罩，台人都要吗？不知道哎。一定得爱挂嘴安，找医生。想要口罩台语吗？你会口罩的台语吗？哎、欸，我问你哦、喔，你知道口罩的台语怎么讲吗？我不知道。到底怎么说？让我们有请阿中部长教一下。一定得爱挂嘴安，找医生。嘴安，嘴安，嘴安。你学会了吗？让我们来听台语版的防疫小叮咛吧。大家好，我是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。预防武汉肺炎，请大家一定要手洗洗，啊，唔通靠伤近。若发烧、烧酷酷，一定要挂嘴安，找医生。找医生的时候呢，一定要甲医生讲，你有去国外对算过，啊，是国外的朋友相找。若有疑问，请卡1922防疫专线。对抗武汉肺炎，按大家做伙来拍拼。听不懂没关系，还有国语版。大家好。我是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陈时中指挥官，预防武汉肺炎，请大家落实勤洗手，互动时保持一定的距离，如果发烧咳嗽一定要戴上口罩，尽速就医，就医时务必要告诉医师旅游史及相关接触史，有疑问可以拨打1922防疫专线，对抗武汉肺炎，请大家跟我一起努力。